点我们排练的时候拍的，可爱。太郎，这感觉虽然46天，我觉得我已经认识他们很久了，就是我非常感谢这个机会，可以让我跟他们相遇，然后也学到了很多东西。李明是一个看起来很酷，但是他可能有的时候不说话，但他所有事情他都知道。然后姐姐也非常的温婉，他遇事真的不惊。然后心雨呢，很有主意，他很多事情都非常敢说，特别直爽的女孩。即刻就是非常非常的了解我，他就是有时候看我很尴尬，他会突然间跳出来解救我，我也是感到很惊喜。我觉得仙子姐漂漂亮亮的，人也很好，也很善良，也很努力。就她最早在初舞台上，那完全是惊艳啊，大马尾，身材又好，个儿又高。我对仙子的了解，我觉得她就是有点愣，然后说话有点词不达意的。希望可能我的团队的人可能需要比我更有人气。你了解他以后，你才知道。恭喜！对不起，我对不起大家。没事。干什么？我说你不要否定自己，你在我心目中很棒。嗯。跟仙子，然后有两轮都在一起。我们会为一个很好的结果去努力。反正我们在舞台上面，然后已经展现了我们最好的一面，我觉得就 OK 了。嗯，对啊。确实我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，他们都能理解我，给予我很大的包容，对，所以我在当中学习到了很多，很感谢他们。这个舞台会成为我这一生当中非常难忘的一段回忆。